性骚扰的事情，又节外生枝了。我觉得学校老师不会有人去作证的。你确定女学生有受到男老师压制性的性骚扰吗？我可以发重视，我绝对绝对是清白的。你赶快去了解一下，今天上午还有哪个老师请假？不能说是请假，为什么？江老师，我可以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吗？